good model.没用，他必死。这也可以，但我可不能保证没了魂毒后会发生什么。小师傅，你不愧是我偶像。 主人，他的手，灵力尽失，寒毒爆发，他马上就是一具冰。这，好大的气势！ 住了这丫头的神魂，小师傅可真够果断。哎，小丫头，你干嘛？主人不开心，让小师傅一个人静静吧。嗯，好。告诉我，怎么救雪儿？你这个法术有点意思，练到极致的话，倒是可以一试。怎么做？ 逆天的法术，当然要用逆天的力量了。道元，引神魂之力出，道合万物，则随心所欲。雕神所。 游种随心，还算有点悟性。努力努力，再悟上91826天，你差不多就能救你的雪儿了。雪儿性命暂时无忧。 不过这个仇，我得跟九天道公好好算算。怎么了？别过来！啊！嗯？这晦气东西离我远点！哎呀，没战胜吧？九天道公四处觅求的东西，你却觉得晦气？哼，那只是他们无知罢了。天道可不是傻子，不会白掉馅饼的。